过年出去行行看看，有真侪大人拢会带囡仔去动物园。为着迎接虎年，初一、初二这两天，民众闹去新竹动物园，伫因的面册分享因的文章，就会当摕到虎年的纪念票。有真侪人走来看虎啊，也通顺续领纪念票。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囡仔看到动物园内底好，欢喜唱囡仔歌。新竹动物园两只面甲好，分别合作六号甲内号，因为是双生啊，两只好常常拢会生做伙，特别受到大人囡仔欢迎。过年嘛，那想说带小孩来动物园走一走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小孩也没看过老虎啦，那就来这边看一下。这是老虎。老虎啊，你喜欢老虎吗？喜欢。动物园特别用因的模样制作纪念票券，初一甲初二来佚佗的游客完成任务，就使摕到古早的虎年纪念票券，含量1000分。那么动物园的老虎有两只，一只是六福，一只来福。那六福的话比较稳重，来福比较调皮，所以设计了两款，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哪一只是六福跟来福，可以来寻宝。动物园提醒游客一定要配合防疫措施，落实实名制，全程挂嘴烟。另外，动物园人数只要满1500人，得启动人流管制，请民众配合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报道。